老娘肚仔饿啦，要使人出去买碗绿沙翻嚟呀。其实老娘系想擦翻碗金香爽脆嘅烧鹅濑粉嘅，衰在石叻系冇我买嘅。你要唔要翻碗嚟呀？喂林四妹，我定家阵向石叻买擦翻啲石叻至有嘅嘢咯。老娘要碗肉骨茶啦，碟海南鸡饭啦。 你隻衰喺咁捻鍾意擦鵝，记唔捻记得九摆香港对面海九龙城侯王庙，有一块一不舍成嘅鵝字石㗎。柏林家姐，你讲緊清朝光绪十三年手下谷旦，广东省博罗县罗浮山黄龙观，道士何星祥捞回一件细斗石像，谢燕邦作嘅石碑。喂林四妹。 呢块石成一丈几高，周围甚广，其侧面平如削，向呢个平面之间作成一个鹅字，鹅字大六七尺，系一笔和写成嘅，书法以鹅字居上，鹅字之下配写鸟字，鸟字所占空间与鹅字相若，落笔先写鹅字嘅左边，其后字写右边，鸟字下边过四点。 就成对象眼咁款，不力雄厚，虽再大，有啲俗气。呢个鹅字系广东省三水县张秀仁写嘅，旁边仲有幅对联，系广东省东莞县黎庆增赞写嘅。呢一幅对联话：古石书鹅无日消，名山隔鹤仰侯王。